干哦。我老爸擦干干净净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即摆要讲我清楚哦，其实你若无讲，我嘛会当替你讲的。我讲的是，所以讲你厝内面的大头拢你就对啦。我跟我老爸讲过咧，你为啥要讲我老爸？有一天我老爸带我来去吃面，我老爸就问伊阿爸阿妈，你来去吃面带面，洋葱变哪个？伊讲啊，我做你来。结果要过马路的时阵，结果一只大脚车砰，我站在门口的我老爸砰。不要管了，飞出去了，这里什么什么这个搞鬼，我不会讲的哦。伊现在真短，到天公，胃嘛袂当食饭，你再一个都没好。安尼还是惨啊！真是惨，我无变讲的，我今日你到后边放的，我都是你老爸呀。我那么贪钱是阮老爸，你敢看卖啊？阮老爸偌可怜的，伊这个袂变讲的，我讲袂使袂使，伊今仔继续互伊活落去，还做代志的呢。看你讲安尼，真真可怜啦！我头仔计是你甲我骗的，你也知。我嘛甲你骗啊！也唔过哦，你讲啊，真啊想着，应该你袂只有惨你是大。我爸爸，我爸爸敢食奶奶呢？我都有食人家灌牛奶呢，伊都一点呢，我可怜的呢。可怜。都包尿珠，尿珠买钱呢。背起来，遐遐有人拢来看，你知影无？我头下吼是叫是讲你脚手青，原来你喜欢你一个，遐个你属于社会上的东青，快点哦！我少年人，我也要趁钱的，真紧啦！真的啊！好啦好啦，你有钱要甲伊记咧啊！厝内面哦，需要你照顾，啊你都有哪辛苦啊啦，吼！好啦，等下等下。真的啊！吉利啦，人伊戆边啊戆边，这种。你不觉得你在笑安尼嘞？啊，就是我面头前靠我钱赚到钱，我特别做的时阵，我明明听到你，呀，吉利，戆边啊戆边。我讲的快哦，太讲无必要，无必要。啊哈，你这是当真傻了你啊！我为我这个爱心，我赞助你。